哎，剩下都一个价哈，你放心嘛哈，密码标价的啊。快点嘞！我没有。给钱呢？什么给钱？拿糖给钱。多少钱？我是本地人嘞。他那伊朗鬼呀！他那便宜。这里不讲价的，小妹，你放心的走啊。这做什么的？黑糖。你是不是得选什么图案？是吗？咱说弄一个马呀，弄那个。什么都可以是吗？十二生肖。对。这是不是卖糖？这是卖，这是卖手艺呢。糖是能吃的糖哈，这个主要是讲这个是一种文化会。什么意思？文化和艺术。糖是可以吃的糖哈。